每天作物题。 1. Hey a new cat. A. Have. B. Is. C. Has. 它怎么样一个新风筝呢？句子的主语 hey 是第三称单数形式，谓动词要用单三形式。根据句意，在这里排除 B 选项。 Have 是动词原形，表示有。 Has是 have 的单三形式，选择 C 选项，它有一个新风筝。 2. Like some apples. 让我们怎么样一些苹果吧。 A. To buy. B. Buy. C. 不甜。我们知道让我们做某事 likes 后边要加动词的原形，选择 B 选项。让我们买一些苹果吧。 3. I don't like pears. Me 什么？我不喜欢梨。我怎么样？ A. To. B. To. C. Neither. 由于上边句子表示的是我不喜欢什么，所以下边应该表达的句意也是我也不喜欢。 A. To 通常用于肯定句的句末，很明显这是一个否定句，所以排除 A。 B 是一个介词。 C. Neither 表示也不，选择 C 选项。 4. I see 18. 我看见18个。 A. Egg. B. Eggs. C. An egg. 18个什么？后边要加可数名词复数形式，选择 B 选项。我看见18个鸡蛋。 5. Is it a map? 它是一张地图吗？ No. 什么？ A. It isn't. B. Is it? C. It is. 这是一个对 be 动词引导的一般疑问句的否定回答，要用 no 加上相应的主语，也就是这里的 it 加上 be 动词再加 not， 所以应该是 no it is not。 is not 可以缩写为 isn't， 选择 A 选项。 no it isn't。 你学会了吗？点赞加收藏。